首先呢，这个题目呢是非常简单的，对不对？这里它是表示的气温嘛，这是气温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最终也是在 y 轴上面。那 x 轴上面呢，我们去绘制一个120，那120就完事了嘛，效果和之前一样的嘛。有什么非常难的东西在里面吗？新建一个需要文件，配置21。From matplotlib mat import pyplot as plt， 然后呢 ，x 等于 range 0到120，然后 y 呢等于这个结果，然后呢 plt 点 plot， 然后 x y 就可以绘制了嘛，然后 plt 点 show 不之前和之前一样的嘛。这个很难吗？配齐21，我们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。这个地方其实我们 random 没有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没有呢？因为没有导入，对吧？import 一下 random 就可以了。在这个地方大家看出来就是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就这个样子的。但是呢，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非常小，对不对？我们其实应该先干什么呀？设置一下图片的大小，让它变得更大一些，是不是就更好看一些啊？那如何让图片变得更大呢？我们前面也讲过，是不是在绘制之前调用一下 plt 点 figure 就可以了呀 ？figure， 然后呢 ，figure size 等于比如说28，然后还设置一下 dpi 等于80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来绘一下，大家可以发现后续呢，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在做这样一个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先去绘个简单的，发现哪个地方不对。我们再去修改，再去调整。比如说，我们发现大小不对了，发现 x 轴、y 轴不对了，我们再去调整就好了。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法把这个图画出来，然后慢慢的去觉得哪个地方我们不是特别满意，再去修改就可以了。这个图形呢，绘制方式呢，和之前一样的，只不过此时此刻有那么一些问题，比如说 x 轴，对吧 ？x 轴我们知道，它表示是从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的，表示分钟，对不对？不可能有一个分钟它是100，有80、120，是不是？10点120分，那到底是多少分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下面 x 轴肯定是不合适的。那么下节课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通过方法来把 x 轴这块内容给它做一些调整，调整的更好看一些，调整成10点1分、10点2分，一直到11点1分、11点2分、11点59分这种形式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大家可以再做一下这个事情，然后呢，下课休息10分钟。